让我们等白天吧。哎，刚下雨，走过来就没雨了。又，好快啊！但比较你知道地狱里面有啥吗？地狱里面全有部都啥？是烂交烂交易。看直播吓到，你真知的道吗？你不要骗我嘞，神父。真的啊？对呀、啊，所有的东西上面贴的都是旱蓝角的照片，你走到哪里都会看到他，你做梦也会梦见他。说做梦都梦到蓝交椅嘛，然后地狱都是嘛，真的很恐怖诶、欸。天音经，不是偷听警局的东西才会被那个吗？才会被判吗？哎、欸，我怎么记得这有喷水池吗？有啦，在这里。没用过钓鱼，哎、欸，我大妈是不是拔掉了吗？没拔掉。没有啊，我刚去看还有，你自己去车店看。我记得我前几天好像有去资料库把它拔掉了。还有啊，这还有。会没有？哦，看到了，拔掉，可能他们更新资料库，把我的东西覆盖掉了，拔了。好，拜拜。不妙，下雨。安安，又下雨啦！对啊，以前玩玩那个 GTA Online 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夸张啊。感谢 Follow，感谢。啊，报一下我自己。
白痴哦，自己扎自己啊。绑鞋带，沙漠看看有没有袋鼠，不会有吧？顶多有那个而已吧，秃鹰那些的啊。会不会有人跑来医院这边卖毒啊？对不对？直接扒喽。嗯，你们也是值早班的吗 ？Hello， 我现在跟你对话，你怎么看都像新来的员工啊？欸，这个好像是什么啊，这是哦信啊，这个怎么看都是那个啊，邮局写信的那种，烦不烦？邮局写信的那种袋子啊。等一下我有讯息，我回来了，关那个角落嘛，那个角落。嗨，钢铁人，我不喜欢啊，那个那边太不舒服了。哪里啊？我看一下，我记得是这边，然后这里，不是欸，你看我马上就忘记了，表示我不喜欢啊。就反方向有没有？根本就是这里。欸，其实你刚刚跟我讲说亮出来的时候，我刚刚本来是要拿这个动作出来的。我刚刚本来是要掏出这个，有没有看到？西洋剑。什么情境啊？对啊，你应该去找你的小光吧，一直来黏我，等他上线你再去黏他。反正我不可能在鬼岛里面发展任何感情线啦，我女朋友会不喜欢，不管是男的女的都会不喜欢，所以我是可以闹啦，但是不可以真的是玩出线来。她是一个不接受自己男朋友被拿来乱搭的腐女。所有人都可以自成一群。对啊，怎么还在下雨啊？看这里，让你看医护。朵朵跟小五两个人，就可能会造成我可能会远离医院，出去一直巡逻吧。我要买车，买什么车？我钱还不够买啊！
要买也是买那个啊，救护车啊，就买救护车嘛。不然，今天救的人有十公里的，十公里的我真的是跑到有点想哭欸。你存到40万找院长，你是说第二台那辆车吗？有啦，对吧？其实我听说，我有看院长台啦，他是跟我讲那一个啦，只是游戏角色内不知道啊。我就可能就是钱再赚多一点，我就去问院长说，院长，我觉得这台车有点难开，有没有推荐什么？可是你知道院长回我什么吗？没有欸，现在没有什么推荐的车欸。What？ 因为记得看他之前台，他说什么推荐就是。他最近出勤的那个跑山也快啊，然后也耐撞啊，有的没的。我都有看啊，只是我还是要演一下触发剧情啊。对啊，他那时候我看他用不是小五开他的小牛跟他自己的那个救护车尬吗？对啊，那时候我有看啊。哦，有，今天是两只。好，我们不要吵他们。保时捷？什么保时捷？你是说院长现在开的那台车吗？我本来是想做技工，可是我对车种完全不熟，懂啊？就是人家男生可能会喜欢改车啊，或去研究车的品种啊、种类啊，可是我完全就是不懂。就你跟我讲电脑配备啊、设备有的没的，我也还是不懂。哦，就第二台车嘛，60几万的那个。我现在看是60几万的那个嘛，对不对？我还等雨停啊，我等一下想近距离接触啊。感谢啊，那你等我一下。技工就修车工吗？对啊。看现在组织看60几万，主任变回50。哦，对啦，我是知道，职位越高，你买的车就越便宜啊。感谢 follow。 再看对面那辆拖路啊，不行，车上不能用望远镜，会卡 bug。 还有他们有人也在做配色的服务，不然你也可以买救护。可是不是要一定要开自己的车才能救护哦？不一定是不是？因为我知道，如果你离职换工作的话，那台车就没了啊，所以我很犹豫啊。有时候院长不会开救护车之前啊，现在不知道。现在哦，我看阿花都是开着摩托车去救人欸。因为他跟小光跑山啊，跑一跑就是突然去救人。对啊，现在都开很多开自己车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要开自己的车啦，开医护的车啦。个人觉得啦，个人观念。
人家已经玩到存钱都存这么多，又买车了，对吧？而且我真的对车都不没研究，你突然今天骗我说什么什么车好，我就傻傻买下去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跟院长都是刚开始。哦，对啊，我其实我讲啊，其实我四月中还四月初的时候就开始在看你们归道的了，在老天还没开始玩啊，就在开始看了。只是你们玩的人没有一个我认识的，我不好意思问说怎么进去啊。然后那时候老天一进去之后，就问老天可不可以就是帮我借个那个机票钱，找他。你想？哦，哦，这样哦，不是啊。我觉得顺手的话，人家也可以跟我讲说那个是废铁，那怎么办？我不是自信心又受创一次，帮买机票。杰瑞，我真的很难帮到你，我还不是什么大咖什么的，就我推荐你应该是要排很后面才进得来。哎，停了停了停了，雨停了，打喷嚏哦，等一下，这个方向。对不对？不对，方向。哒哒，感谢 follow。宝宝爬行大赛开始。你是要当兵了吗？没有啦，观察动物啦。这里啊，我太慢按了啦，都你啦，木瓜，看回你打字哦，气死嘞！这不是前头，我刚刚在看他，可恶，要等他们回来了。武器，对，这太娘了，应该要这个。这个、哦。我爬着这么辛苦，一只啊，剩一只了啦，一只就不太好用了。你看一下它在哪里哦。好的，这个位置。
就不要我走到那个点之后，他是吃另外两个点，我一定翻白眼。哎，电击枪定一下动物是直接死还是他会昏倒啊？我是问钢铁人。嗨，你好啊。你给我过来哦！你刚刚是吃这边的哦，你给我过来哦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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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！你看，装一棵树就可以拿美金3400。来投 DV， 哎、欸，完美完美！不是啊，我想要是两手开开的那个动作啊。那个动作就是真的完全是长一棵树的样子啊。欸，不是，会不会我挂一挂着系统觉得我在挂网，把我踢了，那我等下换个姿势好了，感觉会哦，改变姿势，哎，不要去停我啊！还有这样的哦，他觉得这边草比较好吃是不是？还是你喜欢摸摸？会抱你吗？哦，改变，这样，欸，我可以这个吗？等下试试看好了。不行，不能在他面前做。哇，我不能采样品了。哇，没办法欸。我想说趁他靠近的时候，我采一点样品回家。有没有？我采一点鹿的精华回去给院长。我说院长，这个是从公鹿身上萃取下来的精华。这个。我拜托，采精华也是一样的东西。哎，又有人。我想试试看，我先电晕看看好了，反正我说这个是麻醉，可以吗？我可以乱试枪吗？不要这个，没有准心啊！哦，院长可以准心在中间，啊，我不行，没办法。
滚往前。哦，好的。好的，感谢杰瑞。嗯，不要走，精华，你不要走，这样走好运我的吗？那、嗯啊，太明显，没有啊，刚刚这个角度应该是射得到的啊，哎、欸，我怎么喘了？等一下啊。我好喘，我好喘，我好喘。哇，不会啦，这个都只是麻醉的而已啦。他们隔天就，你看看看看看，这有类似猫草的成分啊，是有多近啊？应该射的吧？算了，我们靠近一点好了，改变姿势。哎呦，他好像有点注意到我了，我们先躲在草丛里面。我就不信这次治不了你。好啦，我相信治不了啦，我怕我举枪的动作他就跑掉了。为什么？不可能，潜行不行，潜行不行，潜行绝对不行。啊！采个样品也那么难哦。啊！因为我上次第一次就是用潜行走的啊，潜行走一走，他就发现了。我不能直接说用车把他撞晕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是有走路姿势可以用前行，人物态度，吧？干嘛？有哎、欸，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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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绝对吓到的啊！哦，不是啊，刚刚是走路姿势啊，我等下换前行。人物态度很长。哎呦，来，等下换前行哈。刚刚是走路，现在是前行。等他回来吃草吧。采个样品，怎么这么累啊？啊，虐待动物不是啊，我就是想成立动保啊，我就是要采一些样品啊，做一些治疗路的那个啊药啊，那怎么办？去从那些被撞死的鹿身上取吗？哎呦，这次好像有机会哦。感觉他是在前面那个，我正前方那个花圈，
比较多花的话，那个地方。注音下是吧？我等等一颗星，一颗星什么？你说景星吗？还是评价一颗星？好，就这里了。这再射不到，就真的不是我的问题了。这么近了，哎。好，这么近了，这么近总不会射不到了吧？啊，一二三，有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徐样，等一下，你太早醒了，再躺一下。等一下啦，我还没好啊。我这样好像在虐待他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好痛苦哦。哦，完了，这不能一个人做，完了。我觉得这个麻醉药有点太轻微了，他定一下，他只是觉得痛而已，他并没有觉得怎样。啊，没有，他刚刚只是突然觉得脚很痒，他想抓一下，没抓到就跌倒了，不是，这需要两个人以上啊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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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采样失败。欸，至少确定我不是把他打死啊，我只是电到他而已啊。刚画面好像不是，我刚是想电晕他之后，我马上用那个搜索的姿势，结果来不及。欸，至少我不是在他旁边用敲敲的动作好吗？安安哦，太短了，真的。办法问一下，可以把药剂加强，不然就是我们车头插满的那个麻醉针，有没有？撞到动物的那一下，它流出来的不是血，都是精华液，我们就把那些精华液带回家就好了。能爱护动物啊！如果真的撞死的话，我身上还有汽油桶，有汽油桶可以用。我们可以当现场火化。天哪，一个白天在干嘛？好。嗯，他说什么？如果有需要是这样进行的。啊。好的，欸，不能乱用枪了。好，我的错，对不起。被警告了，我做错事了。好啦，我不能用枪了，枪不能乱用，只能电三猫了。哎，刚好下雨。有没有阿富的电话？看一下哦。啊啊！看这个吧，三七。
阿神一起玩过麦块的繁星吗？对啊，是我。哦，没有啊，跟他讲一下。没有啦。我是最先接触麦块的小坏蛋，谁啊？我小坏蛋。我新的夜店不是开在医院后方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站在门口看了、欸。可惜。我以为最先接触麦块的都会是因为蓝色铁卷门啊、阿神啊、菜渣啊、鱼干啊这些才对啊，啊怎么可能会是我？因为早期我都是跟着玩的啊，我几乎没有在拍什么自己生存的麦块影片啊，那、啊、就顶多只是 building gun 盖得比较好，就这样而已，没啦、啊。YT 推荐，哇，那你的 YT 真棒啊，真的棒。我的安特大，哎、欸，那很久，那超久，而且是我电脑还在很烂的时候的、欸，所以我那时候画质有够雾的，480p 吧。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不太想开台，也是因为电脑太烂，一开台电脑就卡。我在香港，对吧、啊？这是香港服，没有，这是香港伺服器，不是我人在香港。这个是香港鬼岛伺服器。哎、欸，啊，不是我人在香港哦，昨天有人误会我了，我害他误会了。哦，对不起，买吃的，这快没了。八个。四个，好，汉堡八哥，好八哥，四个，汉堡八哥，哦，现在是只有我跟院长，啥时才会有新的吧？啊员工在上班呢，我好想他们哦。这是鬼岛 server。哦，不行，这我今天改天可能会热衰竭，太热了。怎么？家里太热了，可能我上早班的机会会变很低了。早班会有我啦，可能到了中班我就会下班了啦。F 五，想紫 V 吗？想啊，都想啊，我也想吴套套啊，想田学姐啊，可能田学姐今晚就离职了吧，她要。还要创业，要帮忙 DV 掉了吧？干什么啦？车就在这边，你还撞他？
好了，我刚请外星人带走了，谢谢外星人。停了吗？哇，我的天！因为多样性二那张地图的多样性二那是什么？公阿公啊啊，感受啊！讲秘密的地方，讲秘密的地方。哦，就变态能赖吗？不行。啊。好了，听不到秘密了，我们撤。我本来想说，你们一直淋雨，有没有发烧？需要检查一下吗？类似这种。选女生受点伤，可能会跟我交集嘞。啦，懂到。然后主要是这个车顶太高了，看不太到车子整身。好热哦，然后眼前其实很晕。表演，一边表演边吃东西。那是什么图？鬼岛就是那个黑黑的长方形吗？我黑黑长方形，没有这个是要有 IP 才可以进来的，没有 IP 没有白名单你是进不来的啊，不用问了啦，反正这个要人推荐才进得去啦。我搞不好明天早上就不见了。因为我可能热晕了，直接在楼下睡着啊。太热了。在晚上不是画画就是鬼岛吧，我还是会画画优先啊，真的生不出图啦，我真的觉得好难过。我的绘图生涯就真的要到一个段落的。我最近剪片，玩游戏剪片，玩下来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在画图，感觉就会不停摆了。之后搞不好就不会真的出自己手周边了啊，有的没的。当初是谁推你进来的？就我请老天啊，因为他说这个是实况组用的伺服器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去请他帮我问问看，我可不可以？那就是一直在等机会、等位置啊。就那时候问到，等了快15-20天吧。然后就在有一次晚上就他们说就是早上可能人比较少，要整理一下，
然后我就进来了。好啦，叉叉。哥，等一下哦。院长，我去哦。鸡太多大吗？院长，是院长哦。刚是多少？哦，没看到。简讯。院长戏太多了啊，院长。就在这里是哪里啊？下面吗？哎呀，哎呀，你没事啊？你去医院？哎，没有。院长，你还好吧？院长，我在睡觉而已啊，狗日的。啊，院长，你怎么会这样啊？睡在这边。我想睡觉，睡在这里还要打扰我睡觉，你们是没被我打过是不是？院长，我们去吹冷气啊，院长。啊，不是。院长，不要挣扎啦，院长。院长，不要啦。还是没被我开枪打过啊？院长，不要，院长。哎呦，我们也是担心你啦，院长。我觉得他娘的想睡觉还要这样搞我，没被打过嘛。不是要搞你啦，你在那边睡不好看啊。哪会不好看呢？我他娘以前就自己睡大了，不行咩？哎呦，院长，不要这样子啦，这样我会担心呢。哦，人家。好啦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院长说没事了，院长说没事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哎。啊，谢谢谢谢你报案啊，谢谢。我来叫你们来，他倒在那边，刚以为他死掉了。哦，他常睡在这边啊。哎，这担心嘛，我刚才过来跟他说话，他也没有理我。啊，感谢你啊，感谢你。哎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不苦不苦。麻烦你来，我要睡觉啊。还有意思吗？听得到我说话吗？还有意思吗？先生先生，还有意思吗？动一下手指好不好？喂。哦哦哦，你手指动了一下，还可以还可以。
那请跟我去警局，不是警局，不好意思，医护局一下。哎，你别紧张，你别紧张啊！我刚，楼下好像还有一个，楼下还有一个。好像是。那，等下我看看，我不知道他飞去哪。那你要不要上一下我救护车？我只抓电线杆啊，他直接飞下桥啊。哦，好，那你先上来吧，我们一起下去找。他好像被别人载走，啊，是哦，所以还行嘛，没有。他好像没怎样欸，我操，哦，好好，我们贴回身实去力是不是？简单包扎一下吧。等下请他来接你吧。把安全带系好哦，因为今天一直有人忘记系安全带。游戏。那你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吗？还是伤到哪里？胃有点，肚子有点痛啊！我刚刚肚子整个撞到那个肝脏，哇，肚那子可旁能会那内边伤有点哦。痛。小龟吗？没事吧？我的胃有点痛。啊，医生把他抱起来啊！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动了一下。小龟，你怎么倒的是你，不是我？我刚才空中翻了3圈，还掉到地上欸。为什么飞到桥下没事？而且我还翻了3圈啊，这个大风车啊！我只是撞到一个杆子，我就痛到倒在地上。可能是我头上这根鹿角把我顶回来了吧。小鬼，你的蛋蛋没事吧？现在要用旧的方法才能上床。哦，没办法指的是不是？对，现在魔法已经不见了。你接近之后，你想象你前面有个对话框框，你打斜线 DED。滴什么？B 一猪，哦，好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好。小龟，蛋蛋没事吧？没事啊，肚子很疼啊。没事没事，他的蛋蛋还是肿的，没事没事，他早上就肿，肿到现在。你早上也出事哦。我早上撞一个手，好不容易好了，我看现在你又撞肚了一子个没胃。事是不是你太饿了啊？是你吗？肚子只是红那可红能的啊？是挫，那只是稍微挫伤而已。对。那简单帮你擦个药就好咯。这样子挂号加擦药的费用是1200。他都有出啊，医生多少？这样1200，好了，你就那1200。静养一下吧，肚子好了就可以出院了。现在舒服多了。好好好，还是你觉得肚子饿，要吃点东西吗？为什么他飞下桥没事，我只撞个杆子我就倒在地上？啊，不是常常都这样子你吗？是不是有神明护体啊？我头上戴这根鹿角啊，我头部着地的时候把我顶回来了。后座的人真可怜欸，时不时就跪在地上。小鬼，你也去换个鹿角啊！这根鹿角很神奇啊，救了我好几次啊！好，我戴安全帽没用，保护不了肚子，要穿个防摔衣。
跟鹿角出事的时候会帮我包顶回来啊，比安全帽还有用啊。医生，他多久能出院？嗯，他觉得肚子舒服就可以了啊。很舒服了，因为这个只是小擦伤而已，还行还行。如果是内出血，可能就要住上几个月了。你看他现在活蹦乱跳的。我就慢慢走好了。好的好的，还是你要抱着他出去也可以。地牙关啊，医生。可以啦，现在医院就只有你我他，没人说出去，没人知道。会爆吗？想象键盘的 P 旁边那颗，用挂号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谢谢你，你真强壮。小哥，你屁股很翘哦。开玩笑，这是练的哦。以后找不到工作，至少还能卖个屁股。yeah， 最近酒店要开啦。我觉得你蛮有前途的、啊。如果修车厂被 fire， 我就去买屁股。那你这屁股翘成这样子，我都有点心动了。好啦，那路上小心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、欸，你刚扣多少血啊？操。嗯，还是绿色的、啊。干你你啊，傻小。干我他直接不见。我要怎么放下来？再按一次，再按一次。